You and I.交换了照片，也交换了回忆。现在，我想要把生活里遇到的和我感受到的美好，也分享给你们。比如说，种下种子那一刻所感受到的希望。今天去一家古着店，古着店最大的意义在于很随性，老板也不会去介绍，他会让你自己去发现。而且前面的顾客试完衣服后，他其实很多时候不会放回原来的位置，然后你每一次去的话，真的就是讲究缘分。哇哦，突然发现了一家，妈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天堂吗？ Kobe 身上就是好看的。哇，昨天楼下有发售的，但是没有抢到，今天就在这看到了。哦，350欧，太贵了。传说中的古着店，哇哦哇哦哇哦 ，Come on， 哇哦！我觉得我更倾向于来这种地方，它就像是一个沙漠，让你去找宝藏的。哇，靴子，先拍一圈，然后再仔仔细细的逛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酷，今天买了两件衣服，刚刚在试衣服，在很认真的挑，所以就没有拍。我相信你能一眼就看出来那样的衣服，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一样。第一次来坐巴黎的地铁，哦，哇，好矮，真的好矮。真的好矮，我感觉我直接可以碰到这个塔尖。所以你们知道了怎么坐地铁了吗？分为三步：第一步 C 票，第二步拔票，第三票推门。第三步推门。我的妈呀！他们应该把这个天花板修一修，不过不修，也不错，挺复古的。你看看这个天花板，下雨天漏水了怎么办？Oh my god！后面的词我已经忘了。哎呀，很遗憾没有时间坐这个 bus， 有遗憾才能更加想念，这样就还有下一次来的机会，下一次再来。
了。